好了，我们来到老轩爵了，上位老轩爵。然后今天是双十节的10月10号 ，OK。然后我点的是牛肉195，然后帐篷在这边，帐篷在这边，基本上比较贵一些了哈，贵台湾平均贵10块。然后我老婆点的是这个。法式牛奶锅嘛，等一下你拍影片吧，然后先拍一些影片，然后你等一下吃上看的感觉，你 OK 啊、哦？嗯，你介绍了，然后这个我不用讲了，我吃 N 次啊 ，N 次的，我喜欢这个锅，就是因为它有牛的，然后有鸭血，对啊，鸭血这锅。蛮有 CP 值的，那牛五花瘦肉好像比较多一点 ，OK。然后这个料来放看看，这个料这个好吃，然后中辣的啊，那个料是这样子，这个牛肚啦，就是牛点牛肉才有。然后这豆腐啊，然后料，那料这样子，我很少这样子的、啊。然后汤在这边，哦，它等下滚的话就会刚好满，刚好满。这个量好像有比较少一点，之前爆锅、啊。对了，反正其实也差不多这样子了。现在想要吃麻辣锅比较好选择的话，没有多少大的选择了，就差不多就这样子。等一下它煮滚的样子我再拍了 ,OK, 好。刚才已经煮了蛮久的时间了，因为这种火好像比之前的火更小，而且对这种锅要煮的时间更久，之前很快就滚了，现在要多花到5分钟的时间吧。然后煮好的锅是这样子，我通常都会先吃这些啦，我不太喜欢先把这肉下去，因为会有泡泡的这个问题。然后这个我点的是中辣嘛，中辣的辣度其实算很普通的，它药膳味道比较好，对，药膳味道比较好。然后汤不错喝了，不过就是中辣，就是完全没有中辣感觉。今天比较没有辣，有时候很奇怪，有时候点中辣，它给我下的大辣；有时候像这个中辣，今天完全就好像小辣一样的，没有什么辣感。而且那个药膳汤都不错。然后这种可以先吃吧，这种可以先吃。其实我都喜欢吃他们这种菜。然后配这个沙茶酱还不错，真的。等一下再分享。Hello， 这是煮第二次的哈、哦，然后我关小一点。我把刚才那些先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又加了一次汤，然后第二次的汤哦，它那个辣油就有上来了。因为可能第一次那个辣油没有上来，就是完全是小辣的感觉，第二次就是有中辣的感觉。然后今天肉是普遍比较偏瘦肉嘛，瘦肉比较多一点。然后我等一下还是用煮的哈、哦，把这个麻辣里面有那个肉的感觉哈、哦，小一点。因为他这边要改装了，这边要到10月底才要放在开阳营业。我、哦、今天是10月10号 ，OK。吃一下肉，瘦肉，瘦肉比较多。其实这种吃还是牛五花比较爽，瘦肉就欠缺口感。反正酱也不错吃，酱不错。我喝一下汤头，应该比较辣。拿走，好了。
太大了，要小一点。我太大，小一点。OK。那他吃阿祖第二次才好吃的，然后你看，今天肉比较瘦，肉比较多了，不过还有他第二次那个麻辣锅那个有辣油，我反正是没有偏重，小辣感觉都没不太有。通常都是吃过第一轮，然后再加糖嘛，然后其实没有这么多料，是小朋友那些不吃的料，就下次煮第二次。这样就很入味了。那等一下，这锅就有牛肉的味道了。你看，结束了，再见。啊，要用餐了，拜拜，再见。